呢位嘅嘉賓上台幫你頒發男女子組嘅冠軍啦。佢就係大會指定計時嘅 Palm Elmasia， 名士標香港及台灣區嘅 Managing Director Keith Law。好，女子冠軍係黃子欣，恭喜曬，代表上台係21分59秒。咁男子组嘅冠军系邓敏华，佢嘅时间其实同啱啱嗰位外籍人士好近啊，都系18分13秒，我谂争几秒嘅啫，即系 split of a second，one by split of a second。招呼啦，系啲名菜嚟嘅。